哋 Wallow Foundation 咧有一個 program 叫做 ISG program， Inspire Science Grants， 就係專門支持呢啲初創企業同埋科學家嘅。咁啊，如果佢哋啲 proposal 可以 meet 到我哋嘅 standard 嘅嗰啲標準咧，其實佢哋就可以過嚟同我哋啲 committee 咧 advisors 啊。共同嚟討論嘅，咁我哋就會有一個 interview， 咁啊睇埋啊，其實你要做一個 presentation 啦，睇下你啲項目到咗邊一個 stage 啦，咁啊跟住你需要我哋 Wallow Foundation 點樣去支持你嘅。7月30日咧，我哋同香港科技大學都合辦咗一個Deep Tech 大灣區嘅青年論壇。咁我哋嘅主題咧就係技術轉移，咁我哋就邀請咗好多香港呢個業界嘅嗰啲專家，同埋我哋嗰啲資深嘅人士咧一齊嚟討論。哦，我哋點樣可以喺大灣區通過大灣區咧去尋找更加多嘅機會？哦，咁我跟住落嚟，我哋可以將呢個技術轉移咧成功轉化、成功實現。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次一個 forum 嘅主題啦。希望話，在香港这个创新科技的生态的环境之下，除了有香港政府，除了有 VC fund， 我们还有一个角色是可以去完善这个生态系统的，可以帮到更加多的初创企业和这些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。